别再考。厅长，厅长，厅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弄成这样？那些人的接头暗号都对，可半道上就下了哥几个的枪。你确定是军统的人？哎，不像。到底有没有谱？我看了，他们的做法呀，倒像是共产党。啊？像共党？我跟八路共过事。我很了解他们，他们的做派就像是共产党。你们俩外边等着。嗯。哎，药给你了，委任状呢？快了，快了，好。戴局长看的那批药，有没有什么说法？他很忙。没关系，那我过两天打个电话问问。嗯，我不说了吗？他很忙，你就别打了啊。我费了这么大周折弄到了这批药，我总得听个回信儿吧。那当然。好，那我就等着收着。
那你就踏踏实实等着吧，别的事就别操心了。你说的。我说的。如果得不到我想要的，有你好看。出来吧，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。那你想让我怎么走啊？我现在可以一枪打死你，或者
你告诉我你们的老板到底是谁。宁队长，不用这么着急吧，你是不会杀我的。正当宁武元忙于解决苏明远猜忌的时候，却出现了一个对他的情况了如指掌的人，鬼魅般的游荡在他的身边。汉方叛乱了，美国再次轰炸东京，汉方叛乱了。这是延安来电。董必武先生已经受邀到美国去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成立，这说明我们中国的地位被全世界承认了。什么时候？除了比你有经验以外，无论在处理事情、胆大心细，还有想象力方面，你都在你爹之上。啊，是吗？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么严重的批评。啊，不对，表扬。那我很荣幸。哎，有一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。什么事？你在参加咱们这个工作之前，是干什么的？为什么突然想问这个呢？没有，我就是特别好奇。我一直觉得你懂的东西特别多，什么都会，觉得特别厉害。在抗战爆发前呢，我只是一个学国文的学生。后来日本人进来，学校没了，我就去了重庆。再后来就辗转去了延安。我是在延安参加革命的。哦，那你弹琴是谁教你的？在学校的时候，有一位老师，他是研究这些的。当时他就说，弹唱并不下贱，是国粹。他希望我们年轻人能记住这一点。于是我有幸跟他学了一年。你真的是跟对了一个好老师。小胡，小胡，哎，苗老板，什么事啊？哦，没事，有个算命先生偏要上来给您算一卦，让我轰走了。下次我会客的时候，不许任何人进来。好，知道了。哎，小胡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你说的那个算命先生长什么样啊？个子不高，挺白净的，关键是那个死鱼眼不招人待见。他现在在哪儿？啊，走了。刚出门，等一下，
怎么回事？有大麻烦了。什么麻烦？上个月我抓的那个特高课的人，当时我抓他的时候，先生算一卦吧。别人都只有一个爸，而你却有三个爹。现在我怀疑这个算命先生跟这个姓董的是一伙的，可惜当时我跟老董动手以后，那个算命先生就不见了。这个老董是什么人？据我调查，这个姓董的曾经是码头上的一个混混，日本人到了天津之后，他就跟着几个流氓一块儿给日本人当了打手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混进了特高课去了。但现在这个人的身份已经不是特务，而他上面有一个神秘的老板，而这个老板我怀疑就是当初出卖我们多名同志，而且出卖 C23 的那个元凶。这个老板怎么对我们的情况这么了解？我也很奇怪，难道这个人是我爹当时说的那个鬼魂？如果这个人真是你爹说的那三个人中的一个，那你现在很危险。是福是祸，现在还说不清楚。你别忘了，他们是给日本人卖命的。现在这个时候，没有任何事情是绝对的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这个人揪出来，替咱们的组织把这个毒瘤清除掉。哎，出去出去，这里不能站人的。快出去，走吧啊！叔，是我。你是？什么正事啊？哎，还不是你给我找的正事儿吗？明天我就要去草原了。到了，谢谢啊。我看整个教子胡同里边就属你最没教养了吧。啊，哎，是是是，公子爷您说的肯定是对的。找个说话方便的地儿。
公子爷，您都到这儿了，还找什么地儿啊？直接去我家呀！嗯，就在后边。带路。来，公子爷，这边。轿子胡同。好好的啊！哎，还有你。哎。娘啊！哎呦！哎呦，娘！呦，你干嘛呢？来来来来，小心小心。哎哎，来来来，没事。坐坐坐坐坐。哎呦，娘！我的窝头掉到柜子底下了。哎呦，什么窝头窝头的，掉就掉了，你捡它干啥呀？这万一把你摔着了，我怎么办呢？去，哪有这么糟的东西的？哎呀，我的窝头啊，掉到柜子底下了，我就想把它够出来，哎呦，起不来了。哎呦，我说你真是的，你捡它干嘛呀？这位后生是谁啊？倒是长得挺英俊的。哎，啊，娘，这是宁帮主的公子啊，宁家的大少爷。哦，伯母好。哦，这个，啊，对了，我这次来找你呢，是想让你再帮我找一个人。又找人？啊！笑什么笑？公子爷，这回还是你画的吧？什么意思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这回画的，他像个人，不是这个人。他满大街都是，我上哪儿给你找去啊？春晖典当行知道吧？
哎，行了行了，我干。你怎么了？怎么又改主意了？你是我哥，外面那些人您信得过，我还信不过呢。占我便宜是吧？不是，长了一张五十的脸管我叫哥啊？不是，二十。二十，不是十八，三十。我告诉你啊，马上把人给我找出来啊。你先拿着，记住你娘的话，学好啊！我先走了。哎，留下吃饭吧。如果真是电报出了问题，你觉得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也许他们早就监控了我们的信号。哼，他们还做不到这点。莫非他们引进了更先进的技术？他们现在还没那么大本事。你上次跟我说姬明宇的女儿跟宁武元走得很近，她是哪个部门的？她是通讯科的科长。通知我们里面的人，盯住他。是。泥人卖泥人了，卖泥人嘞！哎，挺好看的，再去看看别的吧。好。姑娘，您看看泥人，买个泥人吧，挺好玩的。这个多少钱啊？才一块钱。您要是看着喜欢就买了吧，啊？那我买了。嘿嘿，等一下，我钱包呢？啊？哎，哟，您再好好找找。算了，我不要了。哎，谁说不要了？不用找了。哟，好，谢谢您啊。娃娃是你的。哎，你不是那个，你是纪晓楠，我叫苏美玲，宁武元的妹妹，我们见过。哦，她的妹妹。不是妹妹还能是什么？既然你喜欢这个，那这个娃娃就给你吧。君子不夺人所爱，还是你拿着吧。那好，回头我让宁武元把钱给你。哟。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我得改口叫嫂子了。你们准备什么时候通知大家呢？哦，你误会了，我跟你五元只是朋友。那也很难得，我哥这个人朋友很少，更别说女朋友了。我不是他女朋友啊，我是说女性朋友。也许我们可以改天一起吃个饭，好好聊聊他这个人。他有什么可聊的？是啊，整天就会装傻充愣，一身正气的，从小就是个榆木疙瘩，年纪不大就老气横秋的。他从小就这样吗？哼，你知道他小时候抓了虫子往哪儿放吗？枕头底下。结果到了第二天一看，全闷死了，把他心疼得连饭都不吃了。他还有这么有意思的事？就是啊，我和他一起长大，他从小就没有娘，溺雅之又小，所以说最了解他的女人我想应该就是我吧。哎，他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固定的对象啊？他这个人啊，跟哪个女人都不可能一辈子。为什么？改天你有时间我们一起吃个饭再聊聊他。这个娃娃跟他很像的，别忘了拿给他看看。好，谢谢你买的娃娃，过两天请你吃饭。好。这是刚偷纪晓楠的钱。纪明宇啊，纪明宇，没想到你有这么个傻女儿。
出去了。嗯。什么？没有啊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上面还有事呢，我先上去了。出。谢谢，非常感谢，保重。老板，就是他。嗯。有意思。他手里有我要的东西。啊。新朋友啊，还有呢，起来吧，起来，干什么？你干什么呀？走。张德彪，大爷别杀了我，大爷，
早这样不就好了吗？宁武元翻着劳伦斯给他的文件，这里面有董宁发在警察厅时期留下的资料，在几份容易被忽略的简报里，他发现了一个名字，白凤山。我们这个小组刚到天津的时候，一共五个人，除了我和老林以外，还有孙兆和和白凤山、罗玉海，他们是被鬼子秘密处决的。我们没有见过他们任何一具尸体。白凤山，鬼魂就是白凤山。爹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白凤山抓住，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。白凤山，报告，进。宁队长，找我有事啊？最近警备队是不是在外边抓那些发传单的学生？没错，有这事儿。你帮我去看看，都抓了些什么人？如果有熟面孔的话，不能让他们占便宜。明白。喂，孔子元，都是现身了。